这边要怎么解释？我还把它划掉。我说那个选项绝对不可能的，把它划掉。你是说这个选项绝对不可能的啦？对啊。但是被气象局很常听到说大陆的气候逐渐南下，而且用判断的话应该也是只有这个答案吧。那 Sophie 还选什么？猪。你有理由选猪吗？选猪的人是谁？有想要解释吗？我觉得就是猪，还是没有，我就是接受说谁说我就是猪的，我就是猪。 Mina 你说什么？我就是猪是不是？我是猪。不解释，好，不上诉，好。我没有要霸凌你，这样搞得很像我在霸凌。下一题是历史题，零一记英文题之后出现了一个不太了解旧时期跟新时期的状况哈。不要再画画，零一同学，你刚才睡着又起来画画。有人有问题吗？是不是有人睡着了？果果，醒来喽。好，果果。我是真的刚睡醒，你是不是这一页没有写到？对。等下国师语笨到这一题这一页没有写到是吗？你翻页翻了三页吗？你有任何要辩解的吗？果果完全没有注意到有这一页。他写了也不一样的职业啊。举起来一下，举高一点让我看一下。哇，这一题是太难了，因为不知道顺序，对不对？好，放下。那我反而想知道，放下，谁对了？你改的人对了。李梦纯。猜的，李梦纯不算，猜的我不想了。林杰杰，猜对不算。零一，猜对吗？认真书写。李彩杰写对吗？对啊。你是猜的吗？不是。那你可以讲出四个的年代吗？年代不行。那大概年代。你就说甲乙丙。其实我历史，但是就是他会写，我那时候还在想说是丙还是甲，但是你看甲怎么会先开山斧翻，然后最后才画剑锋，很奇怪哎。甲是军部剑。啊，对，不是，我是他甲的后面啊，甲的后面怎么会就是丁先，然后才丙？对，就是沈葆桢先生他就是他后来觉得哇，这样台湾这样算是不行，对，他就决定要开山斧翻，然后再开港防守，让台湾 open。OK。 你们都没有在听彩杰老师在讲，彩杰老师在讲没在听他刚才说沈葆桢先生让台湾 open， 你们都没有听到，这么那个精彩的。第二十二题有人错吗？现在二十二题错的举手。知咪算错了。刘雨晴怎么会错这一题？不会唱。刘雨晴，你离数学几年？二十年。十年吗？以为刘雨婷是46岁。你60几岁说吗？说。柏林不会算吗？柏林刚学会。很勤劳柏林马上学会了。我已经有点不想管那个林杰后面那两位了哈。Momo 跟那个肉，从头到尾没有答对啊。好，请说。数学烂到我卖牛肉去报那个爱心班，可是老师不收。老师没不熟，这时候 BGM 是有那种很凄凉的那个音乐。23题，这题对的举手。熊妹答对了，熊妹，我上来解一下题好吗？熊妹，我好怀念
五乘以四就是二十，然后一乘以负三就是负三，所以二十减三就等于十七。不是，你要讲上面是为什么会把这个式子列成这样？熊佩同学，我们请一个救命好吗？林一同学，林一同学难得举手哦。你算错，然后你上来干嘛？不是啊，啊，这个我刚好。就是我说它是，就是一，我要拆成一乘五，然后这个可以拆成一或，一或十二或四或三，然后你就要这样拼成十七，拼成乘起来是十七，才是这个算式，然后再照它那个 x 加 a 的 a 跟什么 bx 加 c 的 c， 然后加起来就是一，四减。三等于，不算错啊！可是林一算错，是不是？就是很懂的人，然后算错，然后写出这样的式子的人算对。那他完全没有解释，他上来说：“啊，五是啊，十七负三，二选负三十七。”我哎，还是熊妹是天才，天才通常就在他脑中就是已经算好了。下一题有没有人把全部画出来？地砖题。那么闲，小晴画了二十个，来，我们这题目有四十个，请问有人超过画超过二十个的吗？我想教大家一个考二十分的人算数学的方法。好，请。我就是每一次都没有及格的那个。嗯，什么意思？我数学没有及格过。然后你要教大家？我想教大家怎么一分钟算出这一题。一分钟有点久，你刚才有人怎么十秒钟都写出来的？我会告诉大家，就是怎么猜比较快。这个，我觉得不会数学的话，就像刘小青一样，画个二十个就对了，对吧？哦，这样画快，好，反正就画这样就好。OK OK。好丑啊，不是这样子。OK。其他题也不会做，所以你就好好好，先把它分成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只要看这个方块右边的，总共有就是四十个，因为它有四十个方块，对，然后这边两个，所以是四十乘二。对。然后这边这个不算的话，所以是一二三，所以是加三，这边一加一。比较快，就是你把它切，用图像法去记，只要算方块右手边的两颗，所以是四十乘二，然后再加上刚刚没有算到的三个，然后加上这边，因为这是属于右边的这边嘛，对，所以再加一个方块。是，对，因为我也是，我也是这样算的，因为我数学不好，我也是这样。我数学真的及格过。我也是哎，但是我也是没有方法，差不多啦，大家都差不多这个方法嘛。一云点头如捣蒜。布丁，你觉得这题超简单吗？佳玉，佳玉，双佳玉觉得这题是不是爆简单？后面都是骗你的，都骗你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以后大家算数学遇到几率题，就记得布丁、佳玉说过一句话，后面都骗你的。第三步，最后一步，好悲剧。他讲的，他写什么？他写我的人生就是悲剧。